Blackpink 不愧是 Blackpink 啊，新歌 Pink Vina 的练习室影片24日公开，高水准的舞蹈表现让影片在 YouTube 上的观看次数24小时内就突破2000万。像 Blackpink 目前团体加个人影片就有超过30个破亿影片，其中就包含不少练习室影片。就有高观看次数，只能赞叹 Blackpink 果然是独一无二的强者，连练习室都有好成绩。 Pink Vina 的 MV 当然也不遑多让，观看次数在19日公开后29小时35分内就突破1亿，目前即将迎接2亿。 Blackpink 真的是太强了。而他们25日已经出发去美国，行程除了宣传9月16发行的第二张正规专辑外，也会在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表演。小编已经开始期待舞台了。